但有一点请大家要相信和放心的，只要羽毛球的队员需要我，别人说什么都没有用。对，队员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就会坚决的留下来。在这一刻啊，他终于得到了释放。里面我们在男双这个项目上所收获的奖牌是最少的。这次的奥运会，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拿的金牌，都比以往来讲要更难。我有的时候自己都会怀疑，都会想，我当初1993年我是不是选择错了？我如果不选择这个总教练，我可能不会吃这么多苦。但是呢，既然做下去了，就没有后悔了。